哎，兄弟，你的。 谢谢，桃子，你呢就少喝点，好吧？ 好，你就一点点啊。OK， 来，英子，你的。嗯，我先敬你一杯啊。为什么？高一高二两年我都没怎么好好照顾你。啊，不，我都没怎么帮助你。高三最后一年，咱们都好好的，祝愿各位都能考上好大学。嗯，话不多说，来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干一杯。两哥，没了，这我倒点。哎呦，你别喝，英子，你少喝。 来来来，来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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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阳，你得多喝点闷儿。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怨气。我没什么怨气，我就是对他很不满意。你看，我说吧，我有时候就讨厌你这股装的劲儿。你有什么？你这说出来。我怎么装了啊？其实我最烦装的人了，因为我爸他就最装。你瞧他那样。 他不就个当官的吗？啊，天天挺个肚子啊！我跟你说，每次一打电话，我肚子就坐不住。哎，你电话来了啊，你坐起来。来啊！什么家？喂，哎，局长吗？是，嗯，说。啊，知道了。哎，这种事情一定要引以为戒啊！哎，挂电话，再接起一个来。 陈书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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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书记是我爸上司。哦，小季，小季，哎，陈书记啊，哎呦，小季，哎呦，这么晚你还没睡呢？哎，那个，我给你安排的任务你都完成了吗？哎呀，您放心，陈书记，我给您完成了，安排的妥妥的啊啊！您早点休息，好吧？每次一听这个，我就啪往这儿乱跑，我听不懂。 行行行行，行，简单的，简单的。哎，您好，有没有六个？我四个，五个孩子，五个孩子。既然说到这儿了，我们今天就来个吐槽大会。嗯，好，我发现咱宣布啊，今天的吐槽大会正式开始，掌声。那个，二姐啊，你先来，你先说。啊，你把我就当成你爸，想说什么想骂什么想吐槽什么就尽管说。既胜利。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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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子啊，你以后要是升了官儿，尾巴还不翘天上去啊你。这样，我是我爸，你是你妈，好吧，来，好久没见了啊！哎呦，老纪，圆圆，哎呦，好久没见，有些日子没见了。我们小时候一起和过尿泥，哎，还一起度过蛐蛐呢。学我，学咱俩，学咱俩。这样，挺像，别夸张。好久不见，你这肚子啊，怎么起来了？你也一样，来顶一个，顶一个吧。哎，来来来，顶一个。哎呦，哎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哎呦，年纪大了。哎，王先生，我说话。哎，我爸还是在家，就这样。哎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看啊，看看我们这温馨的家，看看你爱的老公我，看看你爱吃的早点和水果。哎，我妈不惯他毛病，我妈就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也不是这样的。不这样，
你们家一帆挺有别人天赋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坏毛病全都遗传到方一凡身上了。我爸就虚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吧，知道了。对对，你说的都对。方一凡，你听你妈说的没错啊。哎，磊儿，你补充。我跟你说，有一次我表哥考试考倒数第一名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考倒数第一名，你怎么没遗传我呢？小姨就拿那个书，就这样。没见过磊儿这么活泼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那磊儿怎么了？废话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考倒数第一名？怎么回事？啊！为什么你？我告诉你，怎么回事？我才没这样呢。为什么？杨子莲也没考过，磊儿也没考过，为什么你倒数第一？滚！杨子莲不都这样考试的吗？你说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是林磊儿吗？你就这么打？我没有。小姨特别爱打他，他一打就。那天我坐在他边上，我就，真的，小姨就是这样的。对。还有，小姨最爱翻白眼，我给你们翻一个啊。哎，怎么了？文杰，傻了，傻了！文杰哪有文杰？文杰，那不是文杰吗？哪文杰？文谁呀？是文杰呀？妈！打爆了！谁带的头？阿姨，不是他，是我。文杰，你带这个头？文杰，方一凡，你知道多危险吗？啊！你们要是醉了，在水里面呛死怎么办？你怎么跟叔叔阿姨交代？你要是这种事情，你也干？文杰，干什么？文杰，这都小场面，慌什么？啊，有哥在，你怕什么？啊，我告诉你，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知道吗？记住哥这句话了啊！我磊磊，没事，你别雷雷，你别跟着我，你站着别动，我们哥俩事儿自己解决。这孩子，这喝多少啊？这是，你把你弟弟喝成什么样，你还好意思笑？不是我搞的，你气死我算了，你。